那一盘是不剩的哈，我刚刚煮的时候只煮了一个耳朵那个无常肉的哈，我要把它选出来，选来放在桌上样的。到时候哪个撵到来，哪个都可以许一个愿望。说白了，那个愿望就是让杜生阳来许。好了，杜生阳不用看了，还要吃饺子哟。我跟你们讲哈，那里头有一个是包了那个无常肉的，哪个吃到了就可以许一个愿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不信，你不信你吃嘛，你总会吃到的。啊。那我也试一下看。嗯。哇，你看。哇，杜生阳中奖啦！那你许一个什么愿望呢？我的愿望是我爸爸休息一天，陪我一天。真的？嗯。你看你女都晓得你已经有好久好久没有休息，没有陪他耍了。自从上了那个班过后，除了周末有点事情，你都从来不休息。嗯。只要有活都没休息。休息的时候都是因为有事，你也陪不了他。说的真，没时间陪他。好，爸爸答应你，好吧？这个星期我就放假一天陪你。到时候爸爸妈妈来我去坐轻轨。真的？好。其实坐轻轨这个事情，我已经可能在一个月之前都已经答应他了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兑现。一到周末不是那样事情，都是那样事情，耽误去。那个轻轨有啥子好坐的吗？你是哥哥教你的，我小姨那个时候也是要去坐轻轨。小孩子学的新奇嘛，一会儿在地下，一会儿又在天上。每次从那桥过路的时候，他看到轻轨溜得激动。你晓得我们哪样？他会许许那个愿望不？因为每天放学回来，他都是爸爸怎么还没回来？爸爸又要很晚才回来吗？爸爸怎么老是在上班？经常这样问我。其实那个是我精心设计的，因为我再啷个喊他休息，他都不休息，所以只有通过杜生阳的嘴巴让他休息一天。看那一口好满足的样子。看着我小宝。哎呀妈呀，太香了！你女儿让你休息，你要休息不嘛？看你妈妈用心良苦啊！钱是挣不完的，要留一句哈，爸爸辛苦了，保重身